舞台跟拱门中间的部分，在大家靠近大家的左手边的部分可以来买到哦，可以来买到哦。好，我们现场呢最后了，你可以看到在面向舞台正前方台南市的所有青皮碰柑都卖完了，那这是最后两袋，刚刚我们卖了六袋的，我们八颗一百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八颗再送一颗小颗的一百，好，我们八颗再送一颗小颗的青皮碰柑八颗，好，台南的生地样生地，啊，不过地比较多，所以我们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们都可以来品尝看看哦。然后我们现场最后两袋，你可以看到离舞台上正前方的摊位你也看不到了，我们拆回去了，清售一空，好，售出一空，就是我们的青皮碰柑，现在青皮碰柑最后一档。九颗一百，来，只有现在九颗一百，妈妈，最后一袋。